为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，我们非常能体会到这种爱国的心情，我们也非常激动。尤其我们中国就是好多观众还不能来现场，也不能看，所以我们在场外会一直给他们加油的。我们这些天在日里的华人会一直陪着他们，然后我们也会为他们一直加油。真的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他们居然都输了，没有关系，这只是第一场，对，没有关系，是第一场，没有关系，我会，我一定会。中国队加油！女排加油！